对抗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，咱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咱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仔日的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。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为拜到拜六哦，今仔拜六吼、哦、是有点阿瑶在空中来甲咱大家来做伴吼、哦、来开讲。咱的节目每一日吼拢来奉上啊，为早时甲暗时，因为咱毋忙。会当吼，无放弃着每一个发声的机会。哦，咱大家嘛知影，经营一个电台节目啊，无遮尔简单。啊，咱讲时段费用，也是讲吼，逐日吼爱针对着咱的议题、咱的新闻内容来做这个奉上。啊，真辛苦，真无简单。不过，咱就是爱继续来发声。哦，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就是咱大家听众朋友的这个奉上头，好、哦、嘛？希望咱听众朋友会当做伙做伙，太难。台湾共同一边一国。对抗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，咱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，今仔日。有着阿瑶在空中，甲咱的听众朋友做回来做伴，做回来开讲。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，咱希望好用咱啊上有限吼，会当讲咱有限的力量，吼唔过咱无放弃每一个咱发声的机会，希望吼尽力吼来奉上着。个人台湾主管的声音，亲像咱节目的名称同款，一边一国，吼，咱替咱的台湾继续来打拼，嘛，希望这款的声音会使乎愈来愈多，不管是咱的台湾人，也是外国人，拢同款，大声甲讲出来，希望有一天，希望有一天。咱真正会使来真做一个哦正常的国家啦，所以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嘛，到奉上要来听咱的节目的一挂方式，吼、哦、加收率，好愈来愈侪人会当知影。那是要收听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但每一日，吼、哦、每一日，咱也是住伫个大台北地区。包括着台北市、新北市，会使在中昼的十二点到一点，中昼的十二点到一点，来收听着咱台北中华电台二台，收率是 AM 一零二六 ，AM 一零二六。那是住伫个咱云林、嘉义、台南遮的地区，哦，会使。来谈上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，谈这个卡达来收听到咱嘉义之音 FM 的九一点三 ，FM 的九一点三，那是住伫个咱高雄甲屏东诶，这个好朋友会使谈咱下晡的五点至六点，下晡的五点至六点收听到咱主人电台。就如是 FM 的96.9 FM 的
96.9。那是住伫个咱台南地区的好朋友，会使等咱暗时的7点到8点，啊，7点到8点收听咱闸门客电台 FM 89.9 FM 89.9。以上是咱收音机的收听的方式。当然，咱那是有智慧型的手机啊，啊，现准时只要来，咱讲安装。咱一边一国连播网这个软体，咱每一日吼拢为在一点，再是在一点开始，到咱的下晡6点，每一点钟拢会来奉上同一咱节目精彩的内容哦，非常的方便。只要咱有网络，咱有智慧型的手机啊，咱个无受到这个区域的限制就对了。好，咱也是不管住伫个倒一个区域，也是讲国外拢无要紧，会当借着这个方式啊，咱照着咱家己方便的时间来做收听啊，这是咱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啊收听的方式。好，咱也是对着收听有任何的问题，嘛拢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哦来做询问。咱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咱对着收听有任何的问题，啊，若是讲吼，啊，像诶即阵啊收了较无清楚，嘛拜托大家吼，拢爱电话甲阮敲起来，甲阮提醒一下。好，咱这边绝对会来甲即个电台迄方面来甲因反映，啊，请因来做一个处理。咱那是当拜一个拜五的时阵，好、哦，咱嘛有一个call in的时间，call in的时间，啊，也哦，嘛拜托咱的听众朋友，好、哦，每一日拜到拜五，但上午在1:30，咱来开放。唔管咱是对着阿扁总统，好、哦，咱的阿扁总统有任何的这个心内话嘛好，对着咱的主持人地中啊。有想要甲鼓励，甲伊开讲，拢无要紧，吼，拢无要紧，拢会当甲卡起来。即、這个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时间，就是属于咱大家的时间，好，所以唔免歹势，好，加甲卡起来开讲。今仔日是咱的10月28号，新历10月28号，礼拜六的时间。那是古历是行到九月初九，好、哦、九月初九，咱讲的敬老节啦，好、哦、敬老节，咱大家上关心的，咱的阿扁总统，扁然受到政治迫害，政治力来介入到司法，这种咱讲做垃圾的这个手段，来造成对咱阿扁总统的。这个清病嘛好，身体嘛好，这么大的这个伤害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3265天，3000天过超过65天，但是咱还没看到咱的政府有开始来处理边缘的动作，对着这款的迫害。但咱现主席的台湾社会，咱家己讲，咱家己是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国家来讲，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讽刺啊！这不是阿扁总统一个人的代志，对着这款的迫害，现主席甚至搁咧进行当中，这是咱台湾人。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真关心的代志，因为咱希望咱的国家会当真正民主，啊，真正重视着人权，真正有一个大家会当信任的法治的一个制度。所以，这是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台湾人拢应该爱做伙来打拼，希望咱的国家。会当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正常，
咱来做伙将遮个中国体制留落来一寡旧个遮无好个影响，吼、哦，拢做伙家己家去除掉。所以咱毋忘即个上指标个吼，即、哦這个案件变案，希望会当有一日真正会当幸福咱台湾人一个公道，幸福咱个阿扁总统一个清白。咱继续打拼，毋忘咱听众朋友继续和加咱的这个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做伙来努力，咱共做伙，相信总有一天啦，哈、啊，总有一天会当来达成咱的目标。今仔日的节目也要开始进行，同款，咱来听一个咱的主题音乐，音乐刷了后。好，但一边一国的音乐刷了，咱继续入来开始着咱的今仔日阿瑶新闻时间的内容哦。上精彩拢伫阿边，咱唔通转台，稍等一下，随倒转来哦。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这边是国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中国这边是国。感谢各位咱的听众朋友，登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。伫即个礼拜六，咱阿瑶的新闻时间，阿瑶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着啊，算是即礼拜和高两个同款性质的即个新闻，阿瑶认为真。趣味真特地啊！咱在空中来教咱呢，在听众朋友来做分享。这个是讲到咱即马网络的世代，但即马网络顶头有真济只个消息吼，咧传吼是足紧啊，足紧。这个过去咱讲啊，咱可能爱敲电话、写批吼，完全无同款呢。这个时代嘛有一个很大的影响，就是咱现在的少年朋友、哦、他不受到过去咱说教育的这个影响、哦、不受到这教育的咱说的绑架啦，因为他们在网络上头可以有很多消息，而且是详细第一手的消息，让咱新一代的这些少年朋友，因真有迄种家己思考，家己来思考咱台湾，不管是任何的政策，甚至是国家主权的问题。
人讲诶天然毒啦吼，咱诶即个世代天然毒，这嘛是一部分诶影响。当然，咱即个天然毒诶部分啊，嘛是爱来讲到咱阿扁总统执政诶时阵，正注重咱台湾诶主体意识啦。所以包括有几个即个政策，像讲咱从咱历史的即个课本，历史的课本内底开始加入台湾历史，其实是家己一本哦，吼，家己一本。哦，佮包括着讲过去吼，咱拢讲啥物中国迄边是咱管的啊，吼，顶顶的，咱嘛甲中国甲台湾两个名词。加分开，啊无，但过去的课本内底，咱是袂去讲到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是台湾，拢讲家己是本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种范围拢，甲即马拢差足济，嘛来做一个修正，吼、哦，开始出现着中国，啊，甲台湾两个无共款的即个分别，经过这几冬来，加个天然毒的新一代，也开始大汉了后，咱会当发现讲，因嘛对着台湾国家的发展，真正有家己的想法，真正有家己的想法，这是因家己对着咱台湾认同去发展出来。这个是阿瑶要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的这两个新闻。啊，就是有这个网友啦，吼、哦，网络顶头有这个网友，谈咱的国家的公共政策，网络参与的平台顶头，吼、哦，来提案讲吼，要禁止这个中国的国旗，就是五粒星，迄、那个五星旗啦。但台湾来公开，会当来挂出来，后要甲禁止啊！哦，这是一个真趣味吼，嘛是嘛袂当讲趣味啦。哦，这是一个真值得哦，咱去面对，好好啊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阿瑶先来解说一下咱讲的这个平台。这个平台不是咱讲的迄种一般网络的迄种会当开讲的所在。这个平台是咱国家，吼、哦，咱国家而且是中央的部会哦，咱国家发展委员会来设的。啊，当然一定爱是咱的国民，而且爱经过认证的这个手续了，才会当去你顶头。来做提案，啊，来做这个发言就对了。但这个正式的平台顶头，哦，任何人拢会当去顶管做这个提案，而且伊规定讲，咱六十天内啦，吼、哦，为你提案了后，那是六十天内有5000个人来甲你赞同。所以这是有法律效果的，这是有法律有规定，讲那是有5000个人伫60天来甲你赞同了，咱国家的机关个一定爱踮2个月以内做回应啦，爱做回应。哦，所以这个平台唔是咱讲，大家网友伫遐开讲，吼、哦，伫遐讲趣味的尔，这是会正式对着国家一个。政策的一个提案啊，咱公民，咱每一个人，吼、哦，一个发声的一个管道，吼、哦，真正式嘛，真认真。对着这个提案，位于9月底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来成立这个提案。结果无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已经超过5000个人，吼、哦，拢认同着。袂使予中国的国旗，但台湾来挂出来，来展示出来。哦，这个是咱讲拄阿瑶讲的，咱新的这代网络的世代，因对着哦这款的状况，因反弹，
因开始反弹。哦，当然阿瑶哦嘛，加一寡少年朋友来了解，来了解。啊，其实阿瑶认为，这少年朋友的想法，有完是真单纯呐。啊，不过单纯的想法，咱往往给当看到这个代志上真实的迄一面。哦，因为因讲吼，但中国嘛未当挂咱的国旗啊。哦，这确实是安尼嘛。哦，其实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啦。哦，咱讲国家甲国家这个之间的交往。哦，咱台湾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。咱甲别个国家咧交往的时阵，咱唯一注重的就是爱平等，就是爱平等。唔管谈任何的议题顶头，像讲谈经济面，哦，今仔日你要唔望咱台湾的对恁的国家，哦，某一个国家，这个税金，哦，你物件要卖200，这个关税，你要我甲你讲，安尼当然你嘛爱甲我讲嘛，哦，安尼叫做合理、合肥的啊，这种的经济，这种往来嘛。咱无可能讲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我买你创啊，你拢无买插完，安尼我讲你买创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咱讲国家甲国家之间，咱真注重着一个平等。这毋是讲啊，国家的大甲小，哦，这是一种平等。这嘛关系着咱讲的尊严的问题啦。所以对着这个提案，阿瑶认为。哦，咱真值得咱的政府哦去思考这个代志，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内嘛未当来挂咱的国旗嘛。哦，这是一个上简单嘛，会当应该无啥物人会当反驳的理由嘛。哦，而且咱前一阵啊有知影一个阿瑶毛讲到的新闻内容。中国的一个音乐的节目来咱台台来表演，哦，来办活动。结果有这个统一促进党，哦，咱讲统一党的啦，有迄种共拍伤的这个事件来发生。咱看到这，咱台湾人的愈看袂过嘛。哦，咱卖讲你今嘛是你支持什么什么色彩啦？你都拍人咱个。咱个站袂调啊嘛，咱无共款呢，即个政党的立场，你嘛袂当安尼啊。哦，咱讲民主社会太当用暴力来处理无共款的即个政治议题咧。啊，毋过咱看到遮个支持统一的即个人嘛好啦吼，逐日伫遐，拢像要甲人烧完迄种，过去谈101嘛已经出现过几落摆啊。甚至和去当时和咱的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德，伊嘛阿瑶会记的，伊嘛甲分局长讲，这种代志那是个发生哦，伊要甲换开。所以咱会知影，这款的代志是支持着统一的，即个政党也是人事，因的作风嘛好作者，好来好作者。咱的群众，咱的民众看袂过，所以大家开始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哦，咱讲，往当然谈咱民主自由的社会内底，咱要去禁止人去支持啥会、讲啥会，哦，迄是算限制言论自由。哦，这咱无法度接受嘛。每一个人拢爱受到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。我阿瑶相信这大家拢无问题。我阿唔过那是这个拄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的时阵，我相信这个平等的原则是比这个更加重要。只要谈中国，咱台湾人过遐袂当做的代志，你中国人去买咱台湾，你嘛袂当做嘛。哦，这是一个。足简单的完整尔，我相信个算安尼改，个算安尼修改法律，咱嘛唔免讲针对着中共嘛。
好，哦，咱会当立法来针对着，那是淡某一个国家内底，咱袂当掠咱的国旗，安尼迄个国家的国旗，咱个禁忌淡咱的台湾来出现嘛？安尼敢无理吗？哦，阿瑶是感觉这是算是真有说服力的，哦，一个修改法律的这个方向。哦，咱卖讲咱去针对这个中国。哦，只要咱要求的个是这个平等尔嘛，公平，咱要求公平个好。我相信他呢，咱听众朋友应该嘛拢会当接受啦。哦，对着咱新的这个世代，因透过网络来提出这个意见，而且各单短短一个月时间，个来有5000人以上，好来赞同。好，哦，啊，有迄间看像已经8000几啊。好，哦，这数据个爱个来确定一下。哦，真济人来赞同，而且一方面，大家嘛有去认低调。咱家的少年朋友嘛拢真清楚，中国长期以来对咱的威胁。包括讲谈国际社会啦，吼，咱要参加一挂国际组织，迄毋是政治性的呢。像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，迄是对着全世界，咱若有啥物流行的这个病、流行的病毒细菌，要安怎来处理应付？这是人权的问题，这甲政治个无关系。啊，毋过中国嘛是无愿意互咱参加，可是无愿意互咱参加。哦，讲参加经过因的同意，哎，咱讲完卖参加嘛。哦，咱台湾人有骨气嘛，佮经过你的同意，啊，无咱是你老死你啦。哦，所以咱的少年一代也嘛足清楚去看到这现象。中国对咱来讲个亲像一个做阿爸的歹厝边，嘛撇输咱呢，即个少年朋友因家己个反弹，哦，唔免任何人甲因教啥，因多看因个介绍啊，哦，因做介绍，所以来做即款个提案，这是甲过去，哦，甲过去真无共款个即个发生个即个方式。阿瑶认为真有道理，我嘛讲了真好，讲了真好。当然嘛有一挂即个反对者啦，吼，哦，反对者用什么言论自由啦，吼，哦，等等的来做反对，讲安尼限制人要拿什么机啊，吼，哦，安尼袂使啦，吼，哦。啊，当然咱会当想会到种差不多什么款的人咧反对即个提案嘛。毋过像阿瑶讲的，像阿瑶讲的。咱即马要公平呢，咱毋是要限制啥物言论，这是国家甲国家之间要公平的即个原则。只要对方开放，吼，哦，咱当然嘛会当开放啊。吼，哦，阿瑶咧讲，咱看咱的听众朋友感觉有理也是无理，即阵咱先讲到遮，听一个工商服务的内容。咱个等来咱的现场哦，感谢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。每一位即卖伫收音机头前的好朋友，拢是咱一边一国上重要后盾。伫中嘛用上好的节目内容，甲上好的产品来回报咱大家。推出一个新产品，除了甲一般市面上的商品同款，爱通过国家相关的检验甲申请。其实，伫广播电台要来放送，阁爱遵守广告电视法的规定甲标准，非常的严格，甲电视的广告你所看到同款，所以大家会当安心来服用。咱所推荐的产品，伫中卖特别要求，对身体功能也好，吸收的效果也好，拢一定是爱上好上巴甜。予咱的听众朋友会当一边支持爱台湾的理念，一方面佮对你的健康有实际即个帮助。亲像咱所推出的新产品钙低加，食好到小补，
地中我嘛是亲身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发觉这个效果确实袂歹，才介绍予咱的乡亲士大，上优质的产品推荐予大家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， 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维生素 E 加营养素，加一罐会当抵几啊罐，两个月份2800块。正型的深海鱼油，原料对北欧国民所得上悬的挪威来进口。有丰富的 Omega 3会当补充到 EPA 加 DHA， 两个月份2200块。加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的和平牛樟脂，是真正用牛樟脂的脂实体落去做，甲一般用培养的菌实体是差天甲地啦。一个原料是规粒的牛樟脂，一个只不过是细菌的菌丝。地中安尼讲，大家就做清楚。正港台湾的国宝，只有台湾人才食会到。和平牛樟脂一罐价2个月3500块，用几只鸡啊落去滴个新鲜滴鸡精，口味就亲像古早咱的阿嬷用家己饲的土鸡啊来滴同款，芳醇够好啉，补充元气，嘛是病人要恢复到体力上好的选择。一盒有30包，是5400块。最后是咱的钙滴加，钙滴加用上好吸收的钙质来制作。佮加上会当调整你的胃肠的功能，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的多糖体，会当增加你的钙质的吸收，帮助你的骨骼加喙齿成长的维生素 D， 啊，佮有胶原蛋白。不管是需要补充到钙质的老大人，还是当咧大的少年朋友，拢做舒适。一罐120粒，加黄金只要1200块。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，优良佮有保障。拜托乡亲士大大大来个支持，请卡服务电话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多谢。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佮倒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，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。对着咱工商服务的内容，若有兴趣。因为咱的这个产品每一项效果拢无同款，针对着咱无同款的需要，吼、哦，咱的体质嘛好，咱若有想要询问的，拢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咱阿瑶吼，搁加念一摆。听讲真侪听众朋友拢反映讲，咱电话吼，伊咧夜笔咧抄吼，唔通念遮紧呐。所以阿瑶来搁念一摆吼，请咱大家有需要，我拢甲卡咱的专线，拢有专人来服务做接听哦。但今仔阿瑶新闻时间，拄啊咱讲到的，有一个网友但。国家发展委员会这个网络平台正式来提案，而且哦已经来通过禁止中国这个国旗在台湾来这个挂出来来电视啦，吼、哦、来电视出来。啊，这个案吼、哦、已经成立，刷落来就是咱的国家咱的相关的部会要在2个月以内。哦、来做这个回应，两个月以来来做回应，所以咱会当豆豆啊等待，看咱的政府安怎来处理这个议题。哎呀，都有讲到，哦，咱会当为这个公平原则，吼、哦，公平原则，因为一定有真济人会反对啦，迄种通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通派人可能嘛无济啦，不过因。一定会跳出来反对的。啊，不过吼，咱只要吼心头了定吼，啊，要是认为这个公平原则最重要，会当思考用这个方向来做这个立法咯。啊，这是阿瑶一点点啊，这个建议加想法啦。说来，过来讲到同款吼，同款，由着咱的网友。但这个平台应该提出另外一个议题啦，另外一个提案啦。对着这些少年朋友，阿瑶实在认为足无简单，哦，因为当想到
加咱大家吼、哦，可能较无去注意到的问题，而且佮知影来用这个正式的方式吼、哦、来提案，确实真无简单。对咱这个少年朋友吼、哦，阿瑶感觉真佩服。因过来提案讲吼，希望政府会当来改咱的时间呐、啊。哦，啥物叫做改时间？阿瑶来做一个改水。就是咱知影，像咱去甲别个国家，有时阵有即个时差，吼、哦、时间无共款。吼、哦、像咱若是要去日本，吼、哦、日本个教咱差一点钟嘛。吼、哦、咱即个手机啊，甲啊咱的手表啊，改改半斤一点钟。等于讲，若是咱遮台湾的十点，哦像咱即马节目时间，吼、哦、你若是听十一点的，表示即马日本。甲韩国伊是当九点，伊早咱一点钟就对啦。这个是咱讲的时区、时间区域的问题。亲像咱遮的网友朋友咱的提案呢，因希望讲会当来改这个时间，因为包括着要禁止啥物国旗，当咱台湾来出现，也是讲要改这个时间。这拢是咱国家家己的政府来定给西啊啦，这唔免讲通过啥物啊，该全世界认同，这唔免，这唔免。哦，所以咱的网友嘛真巧啦吼、哦，来提出这个问题，因为伊讲到哦，伊讲到，咱今嘛的时间是为中国政府，咱讲国民党为中国。来台湾的时阵，依照着迄个时阵南京规定的时间来设定的啦。而且后来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了后，因个甲全国拢改做同一个时间，所以变成讲咱甲中国的时间是同款的。咱早时八点，一个早时八点，咱中昼十二点。但中国嘛是中昼十二点啦。网友提案内底一个安尼写，伊讲哦，安尼足够互人误会，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。啊，因为恁时间同款嘛，亲像咱去日本，咱去北海道，甲咱去东京，哦，咱袂即、这个因两个时间是同款的嘛。哦，所以。个有一挂感觉，就是讲，哦，安尼你甲中国的时间同款，哦，安尼可能你就是甲中国是同国的，你是伊的一部分，一个省，一个区域，一个地区个，反正这对咱的这个国际，其他国家的人来看待咱台湾的时阵，会有足大的误会啦。哦，这个理由写了足白。这个是政治性的这个理由，坦白讲，阿瑶认为讲了无唔对啊。亲像当咱阿扁总统做总统的时阵，有真济人，像咱讲国外的人士，外国人伊分袂清楚嘛。啊，你讲对着外国人来讲，啊，恁家因爱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啊，生了嘛差不多啦哦。而且你的护照顶管，你家己写一个 China 底下嘛吼，咱讲英文，这个 Republic of China， 迄个 China 底下，但个当作你是中共嘛。哦，所以为阿扁总统做总统的时阵，咱护照顶头，咱改写台湾。哦，这相信大家拢知影。哦，这是迄东西，就是为着要甲中国做一个区分呐，好分落开。所以网友安尼提案，希望这个时间改做，吼、哦、改做，甲中国无同款。还有认为非常非常值得咱的政府，真正我嘛认为改革的啦，简单讲改革的啦。因为方认为咱是中国人，那是有这种的误会，对咱无任何的好处嘛，咱讲个现实的嘛。啊，今仔日一个产品。中国做的跟台湾做的，你要什么样做的？大家都也要 made in 台湾。
但外国的这个旅游方面，但外国的国家，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禁止中国人，因为我们说这个水准的部分，他们会写说要提醒说如果是什么款的哪一个国家的人，你不能创啊，不能创啊嘛，这关系到国民水准的问题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知道，也都有认同我们台湾的水准确实民主的这个人民的素养有较高嘛，所以什么人会想要去把国外方认作是中国人呢？哎呀，无爱啦！我相信听众朋友嘛无爱啦。啊，那是有一寡做希望人安尼认为啊，你个搬过对面嘛。好、哦，无人甲你动啊，你个去中国做中国人就好啊嘛。既然咱今仔日食台湾米，脚踏台湾土，咱家己的主体性格要出来，个亲像咱阿扁总统坚持的护照加台湾同款。咱的政府真正好来思考这个时间，好好好啊来改做一个改变。咱就是爱甲中国无同款，唔通去予人误会啦，哦，唔通去予人误会啦。而且，但全世界嘛有足济这种例，改革其时间的这个例，咱讲手表啊半斤一点钟的意思。那是两点钟的艺术，哈尼啦。哦，因为咱只要咱过来，咱大家讲好，好、哦、为明仔载开始，咱手表啊安怎调整，哈尼个当来实施啊啦，并无足困难，也是足济，咱讲足歹执行的所在啦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看到其实全世界、哦、有一挂国家嘛，捌安尼做过，哎呀，来加咱的听众朋友。来分享，哦、我有把这个资料拢甲揪出来。哦，亲像有一个萨摩亚，哦，一个国家，因为伊甲这个，甲伊商业往来上济这个澳洲，好、哦，这个澳洲，因的时间差太济，所以因的国家政府认为讲，哦，反正我要甲你做生意啦。哦，足无方便呐、啊！可能我咧困的时候，你咧上班呐、啊，但不时个拢找无人呐、啊、吼、哦。所以因甲这个时间做一个改变调整，互因两国的时间较接近呢，安尼方便因来做一挂交流、甲商业的活动。啊，个另外一个大家可能较捌听过的国家委内瑞拉，吼、哦，委内瑞拉。因是认为讲啊，我这个时间来改过了，会当较省电。哦，因调整了会当较省电。哦，当然是为着省电，因个会当调整啊。所以其实这个政策那是要变动，无介困难，好、哦，无介困难。所以才特地咱的政府好好啊来思考一下。好、哦，即阵好，咱赶快先讲到这。同款性质的这个新闻内容，不过拢真有意思，而且真特地，咱每一个听众朋友，也是咱每一个咱徛伫咱台湾这块土地顶头，每一个人好好啊来思考，对着咱讲要出国嘛好，对着别个国家安怎看待咱台湾的时阵。咱要予伊什么款的感觉？咱是要予伊认为讲，哦，咱甲中国较哇，甚至予人误会，咱甲伊是共国的，也是讲咱要有一个足明显的这个区分，予人一看这个，知影讲，哦，这是无共款，两个无牵连的国家啦。所以即阵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瑶先讲阿姐。咱工商服务